许多苗栗南庄的路口，有的西庄的安到南埔，寂寞南庄老街爱闹热，面貌同都会爱天下。古所客家同菜地的丧民文化，都含保存到东万镇，系一个天天的行料的好素材。上学期，大先系要做本茶本地的茶草嘛，还记得冇？真香啊哈！给草地那位。坐进那位，哎、欸，好，好，料很多，捏，捏好。人工地的黑布，唔地的就是草，也看起来像是上草打弄的蔬菜。喺南埔国小搞合法的身上带得钱，因为青岛的精神将打错出来的吃不厌。其实也唔应该自家吃不厌啦，系学教的啦，因为我哋三级太好搞吃不厌，有那个秘书师傅，佮高总是讲。做得做吃不厌嘛？有十个肉桂的鸭尾吗？没，无哈，好来。因为野草吃不厌，带身上就可以带点生意呢。大帮看家的咸皮家的米丝，用实际看得到皮的多的体验，带生意呢学客化，同时每将客家老祖公秋天起草的生发智慧享受下去。你哈一般吃不哈？一般人哈莫去看。加客家咪样诶，他冇去注重个加客家方言办公。你啊，学到做了十五年后，像我英语也成会带过来。啊，老是讲你客家方言讲，用办公，用办公。啊，韩国用咪用。太莫该。啊，你阿头摆用哦，啊，你个菜客咪啊？你冇个？不知道哦。南埔国小的邓先生用打错吃不厌来传承客家韩国文化，才替阿父爸撒下发挥五节爱娘的精神，迎来喜事客家文物。我当初时节啦吼，我三十岁噶哈，吼我就有想到讲，看到一本书啊，《富兰克林》啊，中央人生啊，除了值得以外啊，留下乜嘅东西，本人做纪念啦。我家我都开始慢慢的来去摄影客家人的神父啊，乜嘅东西啊，吼。米字木嘅油，米字木嘅豆油，板烟嘅豆啦，吼啲啊。对普罗巴来到牛茶，麦嘅弄熟。三十六年来，阿福爸将精神韩国退休金，弄用体夹给客家文物官方。喺土壤，土壤最多系用做嘅做啊，做嘅因为做嘅唔耐啊。浓度嘅潮湿啊，旁边都帮人贴咧。来沙滩嘅土壤、昆虫嘅裸相片、各种同南庄早期大沙滩嘅产业相关嘅文物，系阿福伯数最多嘅，就连沙滩龙佢都有。阿爸也打滩啊，我也打滩啊，又本人系沙滩子嘅啊，所以我就会对只矿业，我嚟尽量哪边都各方面都去数啦。老矿工以史七大能力打造出一座客家文物馆。阿福伯希望大帮一道，实际看得到名的多的老东西，而彩地的文化韩国历史，唔系像系老相片，无就系老人家老是地图头白的事情。客家新闻休业法录音站，苗栗南庄报道。